们还有一首歌，那就结束吧。不要急嘛，不要急。对对对对。啊，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，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是否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锋利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想念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曲，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，事到如今终于能淡淡的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后的纪念品。我们那么真，那么嫩，那么嫩，那么那么美的情景，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？可遗憾中老去，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锋利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想念是突然安静，变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，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已过，没有你只是然听到你的消息。谢谢彦成表演啊，这首歌真是唱得感情充沛，有没有忘词已经不是重点了啊、哦。那我们就请那个最一开始就把水枪举起来，可是又在后面默默擦眼泪的宋宇正、宋平正讲评一下。我觉得很感人，就是这个情，我相信他都听到了，对。嗯、我也很想你，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那我们今天就请旁边的许家峰许评审来讲评一下。宋
我这也讲走我想讲的话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我觉得蛮感人的，虽然你报了好多次，也忘了好多次。抱歉。状态不佳，不错不错。好，那就谢谢彦成带来感人肺腑的表演。